觉着我又拿出半夜的了。报小尉前来搜寻殿下，大姐。
有金黄才是。半座城的小妹模样，混过一世，再做道理。想姜黄乃是金枝玉叶，岂能犯那妇人的魔性？还将的什么金枝玉叶，月娘与天罪该犯那条。
看姜黄，办的像是不像？办的到家，可晓得夫人家行走？哎呀，知道不会，日娘，要到千岁。是，啊，千岁，夫人行走必须要。夫人行走必须要这样。一令部门驾马，有请，有请啊。
想你我一点微臣就该上殿保奏的才是啊。这个本呐、啊，大家保的多了，大家可保的多得多了呀。怎么公公保过本了呀？保过本呐、啊。既然如此，待下官差人四下寻访，倘若帮助世子的下落，先与公公也就是了。哎，我说田大人，公公，这话可不是这么样的说法，叫怎样的讲法呢？世子若在你府，你将他交与大家，大家上殿交旨，保你满门无事，不就结了吗？多臣恭恭为，只是世子他大一臣呢、啊？不才低呀，当真不在，当真不在，果然不在，果然不在。田大人，你这儿来。田大人，你说世子不在你府，大家我就要啊！姑姑要我怎样？我就要。啊当真要搜，当真要搜，果然要搜，果然要搜。好，如此听从小儿的两将搜来。有两个夫人。你顺着大家的手，那两个夫人，她可又是谁呢？同乡妹，乡妹同日娘啊！怎么着？是令妹田大姑娘吗？不敢，表妹，请过来，大家我敬个礼儿吧。表妹礼貌不周，冒犯了公公，哪还了得？大家我一定要见，公公要见，要见，就得，这不值了，结了吗？不了结，见国公，看他的人，行动如何？大家合力。
大家不会吃酒，吃了几杯早酒，酒言酒语的，把您就给得罪了。不敢，冒犯了。大弟不敢。大家我告辞了。哦。这有银
此一定，你逃回援军去吧。多谢老爷。天下与边王在
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刚出来，他就着了。哎哎哎，醒醒！外头下雨了，你呀，上屋里头睡去吧。哎，醒醒！吃面了！哎呀，好咸的卤啊！又好咸卤了，又！我呀，跟你说话了。哦，你刚才那来呀来呀，是叫我呢？对了，我是叫你呢。可我小名也不叫来呀呀。我问问你啊，我这会当差的，就是你一个人吗？多着呢，还是的。我知道你们谁在这儿呢，所以我叫你们就是来呀。谁要是听见就搭个茬。这么一说我倒霉啊、哎、你怎么倒霉啊？我听见来的。那就是你呀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不知道、啊、我不知道。听我说。说吧。至于东宫赤子田华章人伦大变，死掉阴父坟，但他怎么又着了？哎，醒醒，醒醒！这是谁的200块钱？哎，我的。还没，我正跟你说话呢。你说你的呀？那么你呢？我睡我的呀。那我跟谁说去？你呀、啊、哎，别说，听我说。好，你说。好，这一东宫赤子田华章人伦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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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说了。怎么？你听我说啊。你说，这一东宫赤子田华章人伦大变，死要阴妃，代王大怒，赐一公公宝剑一口，三军侍卫斩杀四个肥皂，不知何人到我姥姥消息，将四个连夜放出皇城，一公公又砸个到来，命你把守关口，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，是怎么当时不是啊？对，那你告诉我干什么呢？不告诉你，我告诉谁去？告诉我又变怎么样了？天不早了，该上官了。上官了？上官了。走啊！走啊！我叫你走啊！哎，我叫你走。我问问你啊，我是干什么的？你呀、啊，是跟着我的还是的？我在头扫的话，那不成了你跟着我的了吗？混蛋呢、哎、好说混蛋加三级。加三级哪关凤去？我是老爷，你是兵。哦，你是兔子，我是鹰。你在高粱地，我在半悬空，听得我铃铛响，吓得你直钻窟窿。什么钻窟窿？你在头子走，何知道轰散邪人，那才行呢。哦，轰散邪人。对，我在头子走。对，好，走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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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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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说你不会呀、啊。会，我还干这个，我交给你，你交给我。哎，线上战，线磨枪，谁说不是的呢？没法子，大
你们这个差事，哎，嘿嘿，咱有架子哦，哎，哟，这么个架，好，你看见没有？哎，起码是啊，前弓后箭，哦，板子，嗯，要阴阳把拿着，哦，要喊威风二字，哦，何必这么说？哦，我要上东边去，为我老爷东边查来喽，啊，我要上西边去，啊啊，为我老爷西边查来了，这还像啊？哦，是这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来试试啊，试一试。哦，我们这个刚才呢？对，还得有个架子，一定有架子，要这么个架子，嘿，好架子。砸歪了，起码是对，前腿弓不错，后腿绷对，阴阳把拿的对，还要喊威窝二字对，左笔怎么说啊？你往东边去对，我就得说啊，威窝老爷东。边查来喽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左笔这么说啊，你往西边去，对，为我老爷西边查来喽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是，那么咱们走吧，好，走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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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威武，不错，对对，时来喽！哎，什么时来了？那要说什么？要说俩字儿的，好，要说俩字儿，对，俩字儿的，好，好，说俩字儿的，来人啊！威武，时代来喽！什么使弹来了？那要说什么？你要说老爷？什么老爷？哎呦，您得了呗！怎么？您瞧头了啊？骑马的，坐轿的啊，哪位不比你大呀？我一说老爷来了，人家回头一瞧，您还得过去来礼加点。我要说是来了，人家一捂鼻子，哎，咱们就过去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呀，哎，总得说老爷啊，非得说老爷，对，一定要说老爷。好，成，来，再来，好，走走走走，听着啊，听着，为我老爷。吃蛋来喽！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说你上哪儿啊？你上哪儿啊？我上东关呢。哎呦，我奔了西关了，回去吧。哎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赶紧，就算到了吧。好，好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哎呀，哎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乏了，乏了。哦，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呀，困了。哦，困了。昨晚上打了一宿牌，一宿没睡。嗯，我呀，打个盹儿。嗯，你呀，支个劲儿。我支个劲儿。对，不成。怎么？我也困着呢。我睡醒了，再换你。你睡醒了，哎。换我，换你，好，那怎么办？没问题。哎，老爷，
老爷，睡着了没有？睡着了。睡着了你还说话？你问我，你这是讲我要不睡了。你再睡再睡，我不讲你了。别讲了，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，这是怎么犯错的？别讲我，还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，我睡醒了。再换，哎，好好成成成，别抢，是吧是吧，别抢别抢。老爷，老爷，哎哎哎哎哎，队长，什么？俩苍蝇啊，在你脑袋上自由恋爱啊，跑这还恋爱啊？在哪儿？在这呢，在这儿。我瞧不瞧着你？瞧瞧瞧！哎呦，飞了飞了！你这是讲我，我要不睡了。哎，该睡了，该睡了，我不讲了，不讲你了。别讲了，不讲了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我睡醒了，好坏就是你怪我。啊，那个，别讲，别讲。我睡觉，哎，你睡觉，你睡觉，我睡觉。老爷，老爷，真着了。你睡，你睡，我也睡，我管你的，出了事是你的事儿，我要睡觉了。Oh!
官的，大官的，他倒催促了啊。什么？你呀、啊，你有姓啊？你姓什么？赵。不赵。我瞧你就不赵吧。姓这个钱。我有钱。哎，我瞧你就没钱嘛。你姓这个孙。你孙。你孙。你姓这个。赵、秦、孙、李、周、吴、郑，哈哈哈！王一哥嘛，你的好爷子，我的好爷子吧，挺好啊，好，小孩都好啊，好的很，老太太好啊，只因老母然病在床，还不错。那天我听说他病了，我给他送了一包药去，吃了没有？吃了。别吃啊，什么？那是耗子药啊。吃了就好了啊，吃了就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这是你孝心感动啊。哎，您上哪儿去？是因我母病体痊愈，哦，是我要吃春。烧香还愿，哎，不成不成，一公公有杂子到来，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啊！大公，哎，你就行个方便吧？不成，行个方不成不成不成！哎呀，你不成，行个啊不方便吧？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给你坐上去啊，我给你坐上去，等着等着。嘿，你没事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谁来了？我问你，胡说八道，怎么了？一公公有玉，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，乱花不行。哎，得了喂，啊，不是外人呐。哎呀。王一哥，咋这么个王一哥？不行，有这么个王一哥？没有。哎，那天在小茶馆，我给你引荐的那位王一哥呀？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不行。好啊，怎么了？想当初你没辙的时候，我当了铺子给你将养地，如今你一步登天了，怎么着？不认识老朋友了？没关系，该我的还我，你呀脱裤子还钱。把他叫过来，我问他一句话。别问了，人家胆小。就问一句，就问一句，就问就问一句。好，叫过来。哎，叫过来。王一哥，哎，老爷问你一句话。哎呀，哦，谁管呐？谁管家？有我呀，有我呀。来来来来，有老大，来吧，来来来来来来。
来了来了来了。我说王毅呀，你出关上哪儿去？东岳庙啊。东岳庙？胡说胡说。下去下去。就东岳庙了。要。哼，你怎么了出个东岳庙来呀？是有个东岳庙没有啊？有个东岳庙。哎呦，这是我们管的地盘，我们还会不知道吗？啊，不，东岳庙啊！不错，是有个东岳庙，在西北旮旯那儿，是不是？是。我再给你圆一下啊。又东岳庙了，又。哎，老爷，有个东岳庙啊？没有。有啊，我的地面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啊。怎么样？没有？没有。好，脱裤子还钱。哦，就是西北旮旯的尾呀，那个小东岳庙。是啊，你瞧，我把他忘了。好，叫过来，再问一句。别问了，就问一句。要问一句。对，是麻烦点的。哎，王爷，老爷再问你一句话。哎，就一句了。来，没关系，有我有我。来。哎，来了，老爷问吧。王毅呀，出关就是你一个人啊？兄妹二人啊？兄妹二人？胡说！下去！真是你爸爸？老爷，你认准了？你呀，不像。哎，你怎么了出个兄妹二人呢？是东。是兄妹二人呐、啊！哎呀，没有啊！方才言主是兄妹二人，没有啊 ！No， 是兄妹二人啊！好，老妹子也来了，真是！哎，过来见见吧。你不要胡瞎一套，我不会吓唬他，没关系，快点点，表妹快来。啊，东厢房生的那个大妹子嘛，长那么高了。我再给你圆一下。来，我给你。就兄妹二人了，又是兄妹二人吗？说的是一个人，老妹子也来了。六妹子也不行，行不行？不行，破裤子还钱。你都会了，好。叫他们过去，过去。谁过去了？
不是你王一哥跟你老妹子吗？什么王一哥呀，这是田丹保着东宫世子换出城去了。是啊，啊我他妈抓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曾看见狮子过去，回过去了。有，哎，他呀收了50两贿赂，放他们过去了，没你的事儿。哎，去你的！但是我回家去了。竟敢放走世子，是大家宴。